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嗨，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我是 Kelly。有一句话说“将心比心”，意思就是说要换位思考。但这套逻辑，请问一下爸妈们有没有用在孩子身上？不是每个爸妈都做得到了。是啊，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事情，去看世界，好像有的爸妈会做，有的爸妈呢，则是会回答说呢，孩子能懂什么？对不对？我的经验这么的丰富，我这么做。叫你这样做都是为你好，哎呦，这样小朋友就会觉得委屈啦，对不对？是啊，所以呢，这样的智慧，爸妈们如何来学习？今天我们要好好来讨论一下。好，当然邀请到的就是一群非常有智慧的父母亲，是，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呢是亲子作家陈安怡，欢迎他。欢迎大家好。接下来欢迎的是专业媒体人陈永康，欢迎康。欢迎永康。接下来欢迎的是儿童发展专家周玉如老师，欢迎。欢迎老师。家庭婚姻辅导专家洪一健老师，欢迎洪老师。欢迎洪老师。好，用孩子的角度来看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很多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都会等他喝奶奶、睡觉觉，等他长大。在孩子的眼光里面，大人个个都是巨人，他们得仰起头来看。可是等他们开始有主见了，父母的耐心却经常少了，常常逼着孩子去做大人要他们做的事情。赶快吃饭，赶快睡觉，赶快做功课。大人不但不等孩子了，也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不是孩子要的。想知道孩子心里想什么，得先从他们的眼光看世界。您也可以试试看。好，在我们谈孩子之前，先来想一想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请问一下，有没有曾经觉得爸妈们没有站在你的角度去看事情、去想问题的？有或没有这样的经验？有，请举圈；没有，请举叉。三秒钟，请考虑。请举牌。一定都会有啊，特别是不是在青春期那段时间呢？来，我青春期其实跟我父母处得不是很好，因为我觉得爸妈好像都不能够理解我在想什么。像什么事情？你觉得他没有站在你的角度去想？我印象很深刻是小学小六的时候，有一次，那时候因为我们搬到台北来，然后我们要转学，所以我妈妈就。交代我说那个学校的那个户籍上面啊，要填的是我们的假户籍啊，就是说不是我真正的住址。因为要跨区就读了。对，要跨区嘛，要选国中了。对，就可是那一次，我记得在学校里面，老师千交代万交代说，有一个住址一定要填家里，是因为要联络紧急联络人。所以他一定要填原住址。就那一次，那老师因为我还问了老师，老师说那个跟户籍无关，就一定要填自己。本就是住的地方，那怎么办？就我回去之后被我妈痛打一顿，你知道吗？就说已经跟你讲了那么多遍，她很怕我没有办法分发到那一所国中。她是担心，所以她很生气，然后就我记得她是抓狂，把我往就是抓住往墙上一直撞，你知道吗？她那是好生气。你的角度是什么？就是我不理解的是，你讲的话跟。老师讲的话是相抵触的，我不知道在听谁的，应该要诚实啊。然后我就想说，你平常教导我们是，就是一定要，就是我们要听老师的话，不是吗？对啊，所以老师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紧急，就是什么受伤啊，什么住院联络的事项等等等等，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生那么大的气。对，然后我一直很纳闷，就是。那时候我感觉上我妈妈就是脾气很不好，然后在国中那个阶段就觉得跟她相处很困难，对。那后来当然现在我理解，因为那时候我妹妹刚出生，然后我爸爸一个礼拜才回来两次，然后我还有中间还有一个九岁的，就是有个三岁的弟弟跟一个刚出生的妹妹，所以你就知道我妈多抓狂，她就觉得可能是比较全面的，对，她就会觉得说你十二岁了，你应该什么事都要懂了，你为什么什么事情不能帮忙，你还给我添乱，对，类似像这样。永康呢？对，我刚刚在脑海中浮现的是我妈那时候的画面，那。所以我就压力就来了，先喝一杯。你先喝。像哪些事情？他在我成长过程当中，基本上就是武则天。所以站在他的角度去，我在回想我在青春期的时候，有没有像安怡这样子，有没有做忤逆他的事情啊？我好像就算有叛逆，但也不太的显性。因为我的叛逆都会被他的武则天的气势给压迫震慑下来，权威式管理哦。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还，他自己本身也是有点叛逆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的一些行为，他都尚称可容忍。好比说我高中跟人家学去这个撞球间，然后学偷抽烟，被他了包，然后好像也没有太严厉的被责备，但我已经就非常害怕了。然后我在想说，可能我人生当中最大忤逆他的一个挑战，就是高中毕业填大学志愿的时候，我考的分数就是。半吊子，上不上下不下，国立的尾巴，私立的前面，然后
他对我的期望就是你好歹就是那个国立比较不会花那么多钱，对，而且科系不重要，学校比较重要。嗯，但我呢那个时候还蛮有想法的，嗯，我对于自己蛮清楚认知，我这辈子就是应该是靠嘴巴工作吃饭的人。嗯嗯，那时候又很喜欢传播科系，嗯嗯，没有几个学校有传播吗？那时候对，很少。然后好的又考不上嘛，嗯，剩下都是私立的了。对，私立当中呢，哎，我又想说这个，哎，名传女生很多，对，所以我那时候心之所向就是这个蛮适合你的，蛮多女生的学校又会有很多空间的地方。对，我就在没有经过她允许情况之下呢，自己填了，我就填了。OK， 而且把名传填在很前面，结果后来痛骂一顿，痛骂，因为她觉得我可以至少上个。比如说像中兴法商的那个文学院啊，嗯，哎，至少他讲出去的时候，而且公立的比较有点那个，然后比较有面子。然后念传播，他就觉得以后当时又只有三家电视台，觉得找不到什么未来工作前瞻性。嗯，为了这事情，他就整个暑假。而且你还念名传，那不是个女校吗？对，他就觉得他无法跟人家，他无法跟他自己的同事亲戚解释，我孩子去念一个女校，所以就那个事情是人生第一次比较。未经他许可做的比较忤逆的事情，然后他完全没有站在我的角度了解我的嗜好跟我的兴趣。嗯，那时候我就帮自己做了一个第一个这样的一个选择。佑老师，那你刚才也是举圈？我们当然没有跟父母有什么不得了的争执吧，没那个胆。对，然后我觉得印象深刻，当然就一个是填志愿，那个之前说过了，还有好像上大学没有多久，会有那种男同学打电话来家里，哦，哇，给爸骂死了。对，他就会觉得大学了还骂，大学了才打，应该。对，就是，但是爸爸就会觉得，有人打了，爸爸就会问说是什么事情。我觉得其实哈，我觉得我们大学生大概打电话去人家家里，不考虑时间，比如说打电话来的时间是10点多，我们就觉得一点都不晚，对不对？对。可对父母来说，一个男生10点多打来，怎么回事？是。那我就会说啊，没有什么啊，然后爸爸就会生气这样子。大概为了这个事情，类似他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在学校怎样？现在这个年代应该还好。我会骂，但是他很大学还没有男生打给你，到底怎么了你？啊，我会担心他的性向。我还比较，如果是更小一点的时候，大概学生时代的话，我印象还蛮深刻一个事情，大概是中学的时候吧，那个历史有没有？以前我们的历史课本就是那种统编版的，这个教中教校，这个我们国家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民族，政府都是对，大概是会有那种内容。然后因为我们去学校接受到这个东西，回家有时候不知道干嘛的时候，曾经因为讲这个事情，然后爸爸可能有他的政治立场，他为了这个事情跟我发过一次脾气，意识形态。那我那次很委屈，我就觉得这个课本也不是我写的，然后教也是老师教的，那我要考试，我认同这些东西，因为老师讲的，我们可能认为是对的，但是父母当他不认同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来责备我？我觉得那次让我觉得还蛮，我自己私底下还蛮生气的，可是当然也是没有胆做出任何的反抗。所以那时候才有那么多的私底卖的广告，因为那时候意识形态。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王老师您呢？也，其实我跟那个玉茹老师差不多了，我们那个年代哈，就是比较言听计从，而且应该比较被压抑啊。对对对，没错，整个氛围就是这样。不过我觉得说孩子的心情，爸妈不知道，只要以我的经验来讲，那是从小到大。从小，从很小就觉得父母亲有，对啊，他不站在你的角度去想。对啊，比如说那个我不喜欢吃这个啊，他就光专门要煮这个啊。欸，其实对，从吃东西就会，欸，小时候真的就开始，是不是强迫吃青菜啊？嗯，强迫吃苦瓜啊。可是像还有茄子，五六岁应该还不会跟爸妈讲说，你有没有站在我的角度去想，我不喜欢吃青菜的原因？有啊，我说不想吃啊，不太可能那么成熟，想吃啊，对不对？可是没吃完就不能下桌啊。对不对？如果是这种角度的话，那我就是叛逆到不行。我刚刚讲的那是小六哦，就是从那第一件事情开始，一直到国中、高中、大学，我最常跟我妈妈冲突，我2年没有回家。可是你记不记得哪一次是你有跟你的爸妈表达说，你有没有站在我的角度去想这个事情？每一次都讲没有用，真的哦。对，因为就会觉得说。因为其实后来啦，其实再回想，其实我觉得我爸都是为我好，妈妈也是为我好。可是在我那个年纪没有办法体会。像我妈永远都看我日记啊，因为我没有住家里，我住台北。她每次到台北来进我的房间，一定就翻我的日记。她看日记也是说为你好。他关心你。她想要知道我在做什么，她想要知道你在想什么。Okay. 但是我觉得那就是我无法忍受的事情，就是就写两本，一本给，所以后来就是这样，真的哦，对，我后来就剪掉。你是说账本吗？对，A B 账之类的。第一个看日记，第二个是我妈，甚至就是会在那个电话那一端，因为我们家很多层楼。哦，他会拿分机起来听。哎呦，对对，我觉得哈，刚刚那个安姨讲的没错了哈，其实父母的出发点都是为孩子好，但是呢，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在爱心里面要见识。
对不对？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见识不足哈，有时候我们以为是对孩子好，对别人好，其实不完全。嗯，对，我记得国小那个有一回啊，我们那个时候呢最夯的那个品牌啊，那个足球，哎，不，这个球鞋呢最夯的品牌，那个我讲了有一些那个观众朋友会有共鸣的啊。什么？足球吗？中国强，中国强，对，中国强。中国强，哦，你是同一个年代的耶，我没有听过那个牌子。中国强，对，中国强，有这个牌子。对，我们都是足蹬中国强，你知道吗？啊，对不对？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我是听我爸说的啦。对，就有一次到球鞋店呢去买啊，对不对？结果呢，哎，我爸爸他就是特别喜欢另外一个品牌，叫野马牌。野马啊，对呀。这我就真没听过了。对。是啊。就我们父子就在那边有点杠上，可是呢，因为他是父亲嘛，然后最后呢，真的我是含着眼泪买下了这一双野马牌。可是你穿了一定也不喜欢啊？没有穿呢，我就是回家路上，这个坐在爸爸的那个，因为他骑摩托车嘛，我坐在后面，哇，那真的是啊，百感交集啊，然后就一直哭，内心淌血这样。哎，对对对对，后来他真的是熬不住了，快到家门又绕回去。让我换回去了，对，那是真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爸爸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哇，你爸爸后面有一双眼睛可以看到你。没有，我哭给他听了，这个。哦，你有哭的。你在后面就哭出来了。对啊，就很难过，因为我就想到明天到学校，真的不知道怎么被羞辱啊。对，所以我会觉得哈，就是说，其实父母啊跟孩子的距离啊，他本来就会出现。是。对对，因为我们随着我们自己年纪的增长，我们认知到的世界，我们感受到的世界，跟孩子本来就会脱节。对啊，真的。对，所以父母要学习。就是如果父母都为孩子那么好规划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林书豪了嘛。他就是哈佛毕业就去华尔街了。谁知道后来变成林书豪呢？接下来要问一下你们大家是说，刚刚我们聊的是我们跟上一代的，对，接下来是我们跟我们的下一代的。请问一下，你们跟孩子之间曾经有因为就是孩子觉得你都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事情，而曾经甚至发生过很大冲突过的？请举拳。好，三秒钟，请考虑。还是有啊。请举牌。很大冲突的，你们的孩子都没有跟你们讲说，爸妈你为什么都不站在我的角度去思考过吗？这集应该要发亲子一块来啊，他们直接问你，毫无疑问，他们一定会，是不是？他们一定是举圈啊，对，我们不觉得、啊。你说的太好了，就跟你们当场对质。那你为什么这样子对？你为什么不觉得说你都你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对不对？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啦。对，那他们有没有感受？我觉得孩子们一定不是这么想。搞不好当年我妈也是，搞不好觉得她站在我的角度来思考啊，没错，她为我未来的就业的方向来做思考啊，但我感受不到啊。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落差？玉如老师，你觉得？我觉得父母，我自己的体会啊，我觉得父母为孩子着想，跟他能够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事情是不太一样的概念。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对，我觉得父母当然都会为我们着想，所以尽可能为我们设想去做一些决定，然后很希望我们照那个决定做。当然出发点都是为我们好。尤其在挑老婆之类的事情。对，但是他是不是能够感同身受，或是真的照我们所能够理解事情的方式去理解？我觉得这个不是所有的父母都会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懂得去怎么做。我觉得这个落差是在的。我觉得即使是现在我们现在当父母，你说我们真的很知道孩子怎么看待事情怎么理解吗？我也不敢这样说。对，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可能试着去理解，试着去欣赏。我突然想要问那个洪老师，就是你的小孩有没有因为就是你帮他买错鞋，然后你开车他在后面哭，然后你就再转回去帮他换他喜欢的那双鞋，就同样的场景我发现在不会，你不会让错误再发生。对对对，我不会重复已经发生过的。就是你会在现场就让他买中国鞋。对，现在孩子的自主性很高。不过不是鞋呢，如果是衣服呢？如果那个衣服你觉得你怎么选这种衣服？科系呀那些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您，我上次有一次来录影的时候，发现您那个头发，我就发现小孩子很像，对，但他中间比你自己的那个发型更高一点，他中间比你更少。更少。更少。对呀、然后呢？那你觉得这个头发你看不太习惯？完全不能接受。然后那怎么办啊？那怎么办？就是求神，这个扩大我的境界。哎，这是真的，我要复述一下，因为你们家的公子有一段时间有个尾巴，对，我们家儿子看了后就觉得好帅，结果后来他也想要留个那个尾巴，尾巴，对，结果他妈妈就带他去剪头发，也留了个尾巴，就后来被我剪了，他很难过，他说你都没有照我的想法。我跟你讲，真的也只有那段时间可以留那条尾巴了。上了小学后就不行了，应该是在很小幼稚园。没办法，我不喜欢你。那你有没有跟他讨论说你为什么不喜欢？
没有，站在小孩的心那个眼光看世界。那我这样比起来，我进步很多了。哦，怎么？你知道我女儿现在是什么？没有。我女儿现在是所有的衣服只要黑的，然后每一件都是要有帽子，然后她每天都戴了一个帽子把脸遮起来，每天都这样。然后呢，我所做的也不过就是要求她吃饭的时候把帽子脱掉而已，她就翻脸了。就吃饭，因为我觉得吃饭，对啊，去朋友家吃饭，你帽子脱掉不是个礼貌嘛，所以我就要求她把帽子脱掉，她翻脸啊。哇塞。所以其实我比起来好多，我还没给他剪掉了。我说实在话，我不喜欢我妈妈当时对我那些态度做法，可是我觉得现在我在从很多模式是蛮类似的。所以你大部分都是用教官式的方式，就是也不是教官式，一个体贴的教官。你还有机会，你可以去弥补一下，跟你的儿子说，爸爸那时候不应该硬把你的那个头发的小尾巴给剪掉。是，对啊，我们没法讨论。我觉得跟孩子亲子之间的冲突哈的一个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白热化的爆发点，已经在孩子青春期以后了。对，因为他的一方面他成长了嘛，他的身躯这个强壮起来了，是孩子会有一种以为自己已经长大的错觉。好，那老师这边我打断你一下，如果孩子现在已经到青春期，他已经开始会懂得表达他的意见的时候，这时候其实父母亲要处理的话，其实坦白讲需要更多的智慧。等一下回来继续聊。求神啊！好，我们常常希望这个父母亲要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想事情，可是呢，为什么很难做到？是不是因为觉得从孩子的角度去思考事情，其实不够成熟？玉如老师。大部分的父母会有这种想法，觉得其实看事情，当父母之后比较能够体会父母当年那种为了你好，或是我觉得这样不好，所以你不行的那种心情。像我自己的孩子到了青春期，我的女儿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国中女生一定要把头发两撮，对，留在脸上。那你留没有关系，还要盖在脸上，对，那看了就很讨厌，对，会影响她视线，就两根须须，然后就是。他就希望不要见人啊，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但我女儿是这样，你要把这个东西留在脸上。那你有问过他吗？他有没有讲说为什么？那可是我会念，我觉得我没。对，我会念他，我觉得他可能觉得这样好看或者是什么，但是我会为了这个事情会跟他生气。我觉得角度的不同没办法啦，因为我们跟自己的长那个爸妈妈就差了至少20年以上嘛。他们在跟他爸妈的时候是这个以前大陆要逃来台湾逃难年代，然后他们是在台湾长大眷村年代，那我们那个是有法禁的年代，对，那现在是没有手机不可能的年代，对。你说这个本来就是差20年以上，观念就差很多。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就是讲说，其实，在那个判断力哈，就是成熟度，其实是到20岁才会长得完整。所以其实，在青少年的阶段，他们最缺乏的，有的时候是判断力，所以他们往往会做出你知道冲动，然后让自己后悔的事情，这很常见。那我们站在我们已经一个成年的角度去看他做事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受不了，就明明要看到你，对，明明看到你就要跌下去，好像我不拉你，我好像就没做到什么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每一代这就是父母亲为难的。对，之处嘛，对。对，其实如果我们把它探究起来，其实关键点就是那种价值观的一个冲击了，价值观的一个这个不一致了。其实孩子如果说到了青春期啊，其实很明显会碰撞到的，就是说他开始很跟他的同伴，以同侪为导向，对，没错。所以其实您如果到班上去，你发现那女生每个都这样，对。而且我要跟玉如老师报告，就是说您这个痛苦日子还久得很。对，我们家女儿从这个国小高年级一直到高中，整个都是冲撞期。对，她比较坚持。从她的穿着还打扮，对，我就要把她扎进去。对，扎进去。现在没有人扎进去了啦。她在我面前就扎进去。可是呢，她一下车，一要进校门，她就拉出来了。这就跟我们以前一样啊，我妈在的时候把发夹夹好啊，然后一出家门第一件事把。可是你想想，我们书包会拉很。年轻的时候不是也是会这样子吗？书包弄得很白啊，因为她不这样，她到学校她被训咖。对对。所以同侪的影响很大。同侪影响太大了。那事实上，我觉得有人会说，不会啊，我们家孩子从来没有这种矛盾啊，跟我没这种冲突啊。那是因为在家里吧？也不是，那是因为其实你很早你的价值教育呢做得还蛮好的。他已经认同你了，而且他在那一套价值里面，他有一种满足感，有一种成就感，有一种坚持力，
所以他可以这个，譬如说到了学校，哎，这个你知道，众人皆醉，唯我独醒啊，哎，他可以有这种气魄。洪老师，今天回去就要把两边都剃白，是不是？你是不能接受的，对啊。我觉得那个是潜移默化的内建程式。其实我觉得洪老师，我遇到的很多家长，他们自以为他们的小孩很乖，事实上我遇到的很多都是一出家门他就变了一个样。那我问阿姨，那我问一下阿姨，因为你后来带着孩子到这个外地，你离开这个都市嘛？那你有没有问过孩子的想法？就是你有没有在他有没有跟你讲说，你有没有在我的角度去想？比如我同学可能在这边，我都已经认识那么久了。其实我们有啊，因为我们后来我们决定转学是经过他同意的，就是让他去参观之后回来讨论。后来是他同意，而且他迫不及待要转，我们才转过去的。所以我们其实大部分重大的决定都是有跟他都跟他有过商议，但是我觉得比较大冲突的反而都是很小的事情，就类似像刚刚讲头发，你知道吗？其实我也是经过冲撞，我女儿因为她要演奏法国号上台的时候，你知道一直甩。一直甩，刻意的，这样大家才会看他。对，一分钟甩二十次，然后我之前上台前跟他说，把他扎好，扎成马尾不会动哈，他不愿意。OK。好，然后后来你知道，我们把录影带放给他看的时候，让他自己看，然后让他去看评。如果我是评审老师，我会怎么看你？是第二次他上台才扎好，就是类似这种小小的事件，反而是冲撞的大的。我觉得你这样管太多。你看指挥哪一个不是这样甩的？他头发都是这样。就是类似像我讲的，就是我们反而大的事情不太会有，但是小的事情，就是你看不顺眼的那些小事，像刚刚讲球鞋，对不对？我们家发生过一次包包，就是呢，他因为他的那个背包坏了，他要。重换一个书包，那家里有一个现成的，就是人家就是送的，可口一个就是饮料的那个背包，其实是蛮夯的，然后颜色就是全红色，但我女儿她觉得她不要红色，她非黑不可。可是我就觉得说家里已经有现成的，为什么要再花钱去买？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此风不可长，于是我就坚持要她用那一个，那一次就发生蛮大冲突，她很生气。他背了那个包包，嘣就摔门就出去。可是还好，因为他到学校去之后，每个人都说：“哇，你这个包好酷！”就没事了。可是有没有一种状况是，孩子觉得因为他已经先想了，爸妈可能就是会这样想的，所以他就按照爸妈的意思。比较讨好型的孩子会这样做，会吗？我们家里面最近其实我是温柔的教官之外，我比我的妈妈……你转风格了啊？你变温柔了？从严厉变温柔了。我刚刚就已经讲我是，但教官的角色还是没变。对对对。这基本上我现在做了比我的妈妈多了一道功课，是什么？就是虽然说我有为她着想的一个想法跟角度，但是我现在会有一个步骤，是要他们能够一起来参与的。好比说最近一次小学马上要毕业，最近这一两个月是要选国中的时候，那我们家女儿呢，就有几个同学都要去念金华国中，他们同学几个女生就有姐妹要去念，她就要去念。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们刚好双学区，可以选金门，可以选金华或龙门。我心里面的角度是希望他去，哎，龙门可能比较适合我们家的 style。但是我如果跟他讲的话呢，你怕影响到他的个性，他的个性他就会不要，跟你相反。所以我的做法就是，两个学校都带他去参观，让他自己去参观校园走，走完之后他后来想一想。他后来想要选择龙门，因为他参观完校园以后觉得龙门比较新，然后有游泳池，对，然后好像小朋友玩得比较开心，他就觉得后来自己做一个选择，这也蛮好的，让孩子自己做决定，对，训练他们做决定的空间。其实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啊，就是说除了刚刚那个，就是说孩子跟我们的价值观啊，因为不一样，然后他会同侪导向嘛，所以就会产生很多冲突。另外一个，其实这个到了这个比较青春期的孩子啊，其实从小就开始了，我想。孩子一直是活在一个失真实、失真的那个世界里面，对，他会很多那个你知道 imagination， 他有很多幻想，对，那他会这些幻想，尤其青少年阶段，他会有一种很假想的一种好像错觉性的自己在被观察。哦，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有，我知道，以前我出门就是那以前有发镜的时候，经历过，头发就做这么高，是，但是都还。弄二十分钟来整理，是是是。然后那刚刚有慕斯的年代，对，就觉得好像经过走廊会有人看的意思。对对对，像我印象很深刻，不知道现在那个，譬如说这个儿子已经小儿子已经念大学了，对不对？我常常就是好，那我待会刚好我要出门，他也要出门，他上学，我就说那我就送你到学校，对对不对？这个很正常嘛。然后到了不是不要，他要。他是开玩笑，他是省的钱呢，他可以自己多用啊。那结果呢？但是爸，你在巷口让我下。对，我以前也是。对，我说那校门口不好吗？不要走进去。不好。为什么？因为有同学。对。
不喜欢被同学看到。爸爸送哎、欸，对。爸爸送是老师，其实我现在已经有点感受到，因为我孩子，我进学校，我想要牵他手，他就对，哦对，哦两个要走分开，不能牵手哎。哎，对我那天去帮我儿子加油那个拔河比赛，我就说哥哥好棒，他竟然把我推走，我说你干嘛把我推走？因为他不要在同学面前，对，自己是有同才的压力。我有啊，有一次我就是要接他，然后我就看他这个在校门口在那里等我，然后我就想说，我就观察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就看那个整个人就这样，好像。好像以为有人在看他，一下子这样啊，一下做东做西的，那你知道吗？你如果真的，就是说你自己如果把他拍下来给他看哦，他会觉得很好笑，基本上是塞口啊。也这么严重、啊？他正在经历那个阶段。对，我觉得这个阶段，那这个阶段也就是父母跟孩子很容易发生冲突的所在。对，我们没办法进入他那个艾米丽的臆想世界里。对，洪老师下次戴一个墨镜，然后换一个敞篷车去接，搞不好会有不同的效果。哎，谢谢洪老师，你让我一下子就是让我回到了回去，我想一下我有没有这种阶段，好像有，有啦。你知道青少年呢、啊，他的头发哈绝对不能碰。真的，真的不能碰他头发。可是如果真的看不习惯，你如果看不惯，你怎么办呢？就强迫自己嘴巴拉起来。所以，而且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学习上面啊，因为现在很多父母其实就是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好，特别是要学这个学那个，然后上什么才艺班啊，上什么班的。可是从来就很少听到孩子去听到他们的心声，是他到底需不需要学这个东西，有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想？可出发点都是好的啊，雨老师。我今天其实有个体会，我本来觉得我自己一个还蛮开明的妈妈，现在说起来好像没有。哎呀，真棒！你也是管的蛮多的，关照了我们的心。我觉得有一点像安姨说的，我觉得好像在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上，我会试着去倾听啊，去跟她沟通啊，去什么。但是一些我觉得比较不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我还蛮独裁的。对，嗯、比如说我女儿把两个头发挂在那里。我就会觉得很没有办法忍受，然后我就是路上，我只要看到那种青少年，那头发盖一半脸都看，常有那种青少年，对啊，很多，我就会觉得你们很像那个人，很像鬼。不是，老师，那我蛮好奇的是，后来那他一直挂这两条，你后来怎么处理？就现在会强迫他，对，我就会跟他说，你夹起来，或是你绑起来，然后会在你面前夹起来，他会很生气，可是出了门就放下来了。他不会臭脸给你看吗？会，他会生气，可是没有很严重的争执了，我们都没有那么大的那个 power 去。所以按照洪老师的做法，必须他在很小的时候，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内建，告诉他，哎、欸，以后头发这样，他是鬼，他到长大他就不会这样做，或从六岁就开始夹发夹，有吗？把他两边夹起来，他习惯。其实为了这个事情，因为他很不开心，然后我也很不开心，就是。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试着带着他去看，说我你可能觉得自己这样很好看或是很流行，但是如果你的眼光去看别人，你真的觉得这样很好看吗？他应该觉得很好看啊。可是他们同学都这样啊。哎、欸，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他也试着去理解，就是我们站着，他也试着去理解父母到底看到了什么。哦，他要站在父母的角度去看。为什么这么机车的为了这个事情不断的跟他啰嗦？哎、欸，我们家有类似的做法、欸，哎，就是如果是他真的弄两条的话，我会在家里面我也弄两条给他看。我们家因为我们家不是头发，我们家是包括了咬指甲、挖鼻孔。看到他的时候呢，我就故意在他面前挖给他看，好看吗？感觉好丑。我说你刚就这样。哦，你做给他看的，成为他的镜子，达成一个协议啦，就是说，平常我不管你。在家里我也不管你，可是如果我们有正式场合，你要跟我出去的时候，麻烦你配合一下。那他会配合？他会配合，对。哦，先讲好就讲好就好。他会配合、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喜宴或什么的时候，就说麻烦你今天不要那样子。出门的时候先情前教育一下了。玉老师，我觉得后来那个事情被解决，倒不是因为我女人终于体认到这样真的很丑，不，而是因为她真的体认到妈妈真的很困扰，而且我真的为了这个事情花了很多，举了很多例子，想了很多自己的办法去跟她讲。我就说，比如说你。学校家长会的时候，妈妈穿一个迷你裙去参加，你觉得怎么样？你一定觉得很尴尬，拜托，对不对？不错，傻眼，对不对？没有老师，不错、哦、我们学校有很多妈妈都穿迷你裙，而且是踩高跟鞋耶。就是说我让你做什么，我觉得其实不是为了我的面子，是这样真的很不适合嘛。那我们不希望你让人家看到就是很怪的样子。当然也讲了很久，我觉得到后来是不是我们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事情，所以他终于试着站在我们的角度看到我们的痛苦，所以他就算了，他就把他绑过去，造就了一个体贴的孩子。洪老师呢，重要的事情我就会去谈，比如说
你刚刚说的，比如说他要选要不要学才艺，选填志愿，他要不要去补习，要不要补什么课，然后接下来或是接下来他现在上要上大学要选什么科系，这个事情其实我就反而会花心思跟他好好的去谈，因为我觉得好重要的事情，我突然就变得很开明。很多亲子之间的冲突就是发生在选他要学什么，然后呢，明明你知道是学这个东西对他呀是好的，可是他不觉得，因为而且你又没有在他角度去想，就把所以我觉得如果他真的很不想学，而且他也不觉得那个有什么。好，你逼他去学，结果就是钱丢到海里去。对，你有没有觉得？我也觉得，其实就没有什么效果啊。可是我觉得很多的父母都是这样。像我小，我记得年轻的时候看那个什么书包要留须须啊，那时候都觉得我好酷啊，炫帅。现在我觉得当家长就觉得那搞什么？可所以家长有时候真的是我们完全没有站在那个孩子的角度去看事情，而且有一些是属于不认错的家长。哦，没错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家长就是自我成长很重要。对对，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当我们譬如说跟孩子都过了那个阶段，我们再回头想一想，其实有很多的争执是无谓的，对，是一点意义都没有，是真的不必要。事实上是用我们自己的框架，没错，试着要套到那一个我们以为的孩子的生命里面。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的世界就希望是让孩子世界就是我们的世界，对不对？是。我看到的这种哇，你刚刚讲这个太高深了，再讲一次。我的意思说，我们希望孩子们看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但其实没想到他们的世界比我们看的更大。有可能。对，因为我们事实上是不同年代的人嘛，比如说像孩子开始发型上跟我所期待的那一个，你知道70年代差很大了，那个 Beatles 那一种啊，就是说基本上我很希望就中规中矩。那如果你小孩将来留一个鬓角，这样可以吗？像猫王那样子。好像长不出来。对，可是随着他们的发型的改变哈，就是说像这个林书豪啊，对不对？呀呀呀呀，对对对，对不对？或者像于什么于承彦是吧？于承彦，哎，不是，叫什么？他是彭于晏，彭于晏啊，哈，对，已经五十几，等等等等。李正京也是五十几了，对，我们那个年代的，其实新一代的这些年轻，对，后来我仔细想一想哈，就是说，其实这也是生命中的一个历程，然后也带出了他们那个阶段的一种回忆跟乐趣。对啊，对，那只是因为跟我那个年代，对不对啊？我那个你刚刚讲教宗教校那个年代不一样，那其实如果这些事情跟他们的心性的发展、品格的成长，好像不会有一些绝对的牵扯关系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大可不必在这些事情上跟孩子发生冲突。是，对。那大家有没有曾经遇到状况是，孩子提醒你说，你真的没有站在我的角度去想事情，然后你也觉得，哎，对我在这方面确实做得不够，然后去跟他认错道歉。有认错过的人吗？对，我先讲一个，比如我常常打电话，这三个孩子都不一样，尤其是我们那个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呢，哎，他现在也是大学生了哈，就是说我打给他，他常常都不接。对。为什么不接？因为当时旁边有同学，哦，接了就觉得尴尬，那个对，传简讯啊，接了就被妈宝，或者就不想当妈宝，对，所以呢，我后来就像那个阿姨讲的，我就跟她讨论这个事情啊，因为我要尊重她的感受嘛，对，对，有的孩子他不会说，哎呦，你看我爸打给我，你看我们家多和乐啊，对，哎，老婆，对不对？他是这么想，那当然很好嘛，但是他的想法是说，哎，好像不太好，对不对啊？那我就说好，那没关系，你就是说先不接，但是呢，无论如何，你待会要抓个空档，要回扣给我，是，对，好，那这个所有的冲突就迎刃而解了。我只要打他没有接，我就知道啊，旁边一定有同学在开会讨论呢，变成一个默契了。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慢慢学会的一些技巧。现在有吗？最近非常感谢我的太太，因为我们的小朋友慢慢进入国中以后，马上就是要到了青春期，对，他们的反应跟态度的确跟我认识的孩子是以前他们印象中的孩子还在小的时候，对不对？我还是觉得他们是我的小朋友，但他们现在已经要变快大人了。然后我太太就非常会三不五时提醒我，你刚刚的口气哦，三年前可以，现在不行哦，因为你会可能会伤到他，然后你要去跟他安抚一下，我感谢上帝给我太太这么多的智慧，所以我常会在反省说，就是以前我会觉得我的权威是不可被挑战的，但我现在渐渐觉得人生其实爸爸道个歉没什么太大不了，那有的时候道歉说 sorry 之后，他们也觉得我原来是会有软弱的时候，他们反而会跟我更亲近了。但是就是我必须要自己心理上去做调整，我现在正在经历那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哎，我建议那个永康写一本书，叫爸爸道个歉没什么了不起，书名很好，对，我会去买。
所以其实就是呼应刚才老师讲到的，对对对，父母亲其实要随时在成长，但是在这一点上面还有哪些成长的空间？等一下我们继续回来聊。好。学习从孩子的角度去看事情，但是什么事情应该从孩子的角度，什么事情爸妈们又应该坚持说应该是按照我的角度，在你们的家里是如何来做区分？Sam，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是我以前教导孩子的中心准则，但我现在觉得有了规矩之后呢，那圆哦画的能不能够像你想象的预期一样，其实很难说，牵涉到的纸张的使用或者是你所在的一个工作环境我觉得都在慢慢的调试跟调整了，那现在我相对于以前来讲比较稍微能够去听孩子讲的话，弹性变大了，现在弹性变大一点，而且他们现在讲的话也三不五时有点道理，而且也会抓我的毛病来讲我，那我有时候常常会被讲到自己讲不出话，因为你管人家的，就孩子说，哎，那你也没做到那种类似。是啊，因为有时候说你不能咬指甲，爸，你现在咬。你不，累了。对，我就觉得这个必须要，我必须要以身作则这样子。我是觉得说，就是孩子也不断在长大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很多 feedback， 让我自己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我没那么权威。其实他也蛮能撒娇的，而且还蛮爱哭的。对啊，看到老婆白发就哭。可是我觉得 Sam 很棒，是因为他还是透过孩子的提醒，有些是会更小灯熊皮。而且我、就是、只有我能做，孩子你不能做。对，我现在是会去道歉。了解，好。我们家我觉得蛮简单的，就是说这件事情会区分成两一个，就这件事情到底是他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比如说刚刚讲包包，为什么我那次会强迫他，是因为那个钱是我要出，如果他要买新的。对，那我会觉得说这个牵扯到比如说我要出钱，或者是说你的要求是我要参与，然后我要花时间或干嘛的话，那么你就要考虑到我的处境。那如果这件事情纯粹是他的问题，比如说学什么好，或者是他要不要练习，或者是他要比赛，他要练多少时间，那是你的问题。那我会提醒你，比如说像他三月要比赛全国赛，他都不练，每天都不练，好，那我就会提醒他，你要比赛了，那是你的比赛。可是我讲到为止，不会去做强制的动作，就是不会强制他。如果说那是他的事情的话，我们就选择就是最后的结果是他的问题。比如像前两天我们也是遇到一个冲突，就是早上我叫他起来，因为我做早餐做好之后叫他起来吃，那我女儿就摆脸色给我看，他就是你叫他，就是因为我们家是一二三楼，我要爬到三楼我就叫他很麻烦，所以我在下面喊他之后，他就不高兴，他就会说哦很烦哎，这样类似像这样态度很不好。后来我那天就跟他讲，我说我不想要早上起来我的情绪被你破坏掉，所以呢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到底要不要叫你。好，那我女儿就说你不要叫我啊，就这样。那后来我们就达成协议，就我再也不叫他。所以他第二天有一天他睡到九点多才上学，那就让他自己想办法。所以他的衣服也是一样，你不拿出来洗，因为前天决定是他做的。对，那因为他现在够大了，很多事情他可以自己承担了，所以我就会把责任归属划清楚。如果是你自己的责任归属，那很抱歉，如果万一起了冲突，那就你自己负责。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我老实讲，就是越来越少，就是那冲突很小。那如果是大的事情，他几乎都会跟我商量，因为比如说我要出钱了，好，或者是他需要我协助了，我要接送他的事情，比如说他要去雪山或干嘛。所以这些事情往往就是他会自己主动来跟我商量。我觉得原则讲清楚，过程就不用那么的细问。以前我早上到了7:10，一定要苦口婆心的去叫女儿起床，对，而且得刷牙起来啦，出来地上冷，先穿个拖鞋啊，然后蛋已经在桌上了，赶快吃哦。吃完之后呢，然后再整理书包，我要念很多细碎步骤，我烦他也烦。对。然后后来就讲，迟到几分？40分迟到，好，以后我也不叫你了。反正你有本事睡到你想多睡10分钟，你的事。40分你起来我就送你去，这是我爸爸该做的事，我要送你上学，这是我要做的。迟到是你家的事。所以他后来就迟到几次就不再迟到了。对啊，或者类似说像他晚上睡觉几点钟不睡觉，像现在我女儿8年级嘛，我已经完全不管了。我就跟她讲，你长到172公分，我已经不管你睡眠的健康的问题，就是你自己要处理。你可以熬夜啊，熬到早上6点钟，就他隔天整天，就是因为隔天我们要出去玩，他必须跟着我，不然他没饭吃。他到每一个地方他都非常痛苦，你知道吗？因为他就是很想睡，对，所以那一次学校教训，就
我再也不讲他，作息正常，对啊，然后就痘痘冒了满脸啊，我就会告诉他就是熬夜的结果。其实孩子还是会自己会想啦，他会想很多的。对啊，那个玉老师，你们家事情怎么决定？我觉得我这几年比较大的学习是尽可能在家里当妈妈，而不是当老师。Oh. 我觉得我们当老师的人职业病，孩子来问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想要给他建议。那我觉得我自己，我觉得我一直在学习，当孩子有事情跟我讲的时候，也许他只是想要有跟妈妈讲我正在做这个事情，他并不见得要我的建议。那我自己很收敛的地方就是，以前孩子如果学校有什么作业，要写作文啊，要做劳作，要干嘛干嘛，回来跟妈妈我要做这个，然后我就会很本能跟他说，这个如果什么什么怎么怎么做就会很好。你看我们当老师就知道怎么做，老师就会觉得很棒，对不对？最后再写个批或是月，然后给假上星星。那孩子小的时候听妈妈这样讲，他就真的会去做，所以就皆大欢喜。可是虽然他长大，你就会发现，你跟他讲这样讲 A， 他一定会去做 B， 那你就会觉得说，那你干嘛来问我？甚至他跟你说，妈妈，我们今天写作文有个什么题目，你觉得要怎么写比较好？那我当然就立刻发表了我的感言。讲完了之后，你就发现他到时候根本就是换了一个题目，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就会觉得那你刚刚是怎样？ Uh-huh. 对，我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被耍了，或者是说，是怎么样？对，但是要耐住。我后来就觉得说，我尽可能现在在判断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想这个事情严不严重。如果让他自己去做会怎样？如果不会怎样，我就克制，我就说哦，那很棒啊，那你看看你要怎么做。我其实尽可能忍耐，不要给建议，除非他是真心寻求建议，否则我不要出手或出口。那我觉得随着当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可能做很多的照顾，很多的陪伴。可是我觉得当孩子越来越大，我觉得学放手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对，放手。可是我觉得我越来越学会放手的时候，你会看到孩子做出一些可能不成熟的作品，一些不理想的决定的时候，我觉得他都在学习和成长。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开始发现父母的建议是有价值的。对，如果我每次都希望他照我的建议做，他也 做出了的确是一个得到高分的作品，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就会发现说，也许他这次问我这个事情怎么说，我跟他讲，他完全不理我，他就去做了一个他的方法。他用他的方法做之后呢，他也许去看了同学作品或怎样，你会发现你那个建议也许不是在当下发生功效，可是他其实有听进去。所以我觉得那个放手跟收敛当中，其实真有很多的忍耐的智慧，真的是需要学习。我觉得那个放手应该是全世界孩子共同的心声，要对父母亲说的话，要不然这首歌就不会这么受欢迎了。Let it go, let it go。 哇，可是我觉得在每一次的冲突或者是每一次现实的生活状况，我觉得要每一个家长都能够从孩子的角度去看事情，真的不容易。尤其青少年青春期的孩子，其实说变就变，这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功课。我觉得父母就是说要学习两个不一样的角色的转换啊。像我在家里面，譬如说小朋友孩子们他们跟我谈问题，我会先去定位这个问题是哪一种类型。那譬如说，如果我们家您刚刚有一个问题，说什么是一定要譬如说表达意见，一定要参与他们的决定，那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如果是跟品格有关的事情，对，因为这是生命的问题哦，对，所以我们一定会站在一个教导者的角色，是啊，像有很多的东西，它是有一个界限，那个界限是不能逾越的，关乎价值，对，因为你逾越你就回不头了，回不了头了，对，所以像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很清楚的，就是一个教导，OK， 但是呢，随着孩子的成长，其实慢慢有一些角色要出来，那就是什么，就是咨询者。对，因为这是无关乎品格的一些事情，对不对啊？比如说他今天要怎么穿啊，那他晚上在家里的 tempo 他要怎么安排啊？他的生活要怎么的节奏？然后他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选择？这个事实上跟品格无关的啊。比如说那个像我觉得有些父母就很奇怪，他就会套自己要的，对不对啊？对，就是说你现在马上去给我洗衣服，你现在马上去摆碗筷，你现在马上怎么样啊？那这个都是爸爸妈妈自己啊，因为你可能要孩子配合你的 tempo 啊。对，那但是其实有些时候这个都是不必要，因为而且那个无关乎品德。对，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我们就是说，我的建议是这样，你看看怎么样啊？所以像现在我们比如说，可能过年啊、年节啊等等，可能大家都会有很多忙碌的事情，对，那所以就需要开会，家庭会议，对，我们要尊重他们的 schedule， 那大家一起来对一对，那找出一些大家可以共同活动的一些区段，对，像这个就是你作为一个咨询者，而不是站在一个权威者角色说，反正我就是大家听我的，天大地大呢，老子最大啊，那这不行。可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难的地方，是说我们刚刚讲到品格的
问题，但品格的价值观有时候很难讲。比如说小朋友，他到底几岁可以谈恋爱？这其实往往会挑战我们的品格价值观。嗯，因为就他们的现在很多的状态，或者是比如说他的礼貌、他的穿衣、他的打扮，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挑战的事情，我觉得是蛮困难的。了解，好。那你讲那个，我觉得是就是说长期来讲，那个那一块的发展一定会跟一个生命的选择有关，就是跟品格有关了。对。那其实我会觉得，不是说用好像围堵的方式、禁绝的方式，但是呢，做父母的在这个当下要有一个自己内在的承诺，就是说。我要很坚决的，而且我日后我要陪孩子走过这一段，了解，因为他会面对各种的，譬如说搅扰，对，各种似是而非的一些诱惑、资讯的一些影响，所以 你一定要陪他走过去，对不对？譬如说像男生打球，对不对？各位都晓得，那个球场上听到的都是脏话嘛。对，垃圾话，对，垃圾话，对。然后呢，上场打球为了健身，下场就抽烟。对，那像这些东西，其实我那怎么办？这个就是要陪伴了。对，你要陪伴到他最后，他已经成型了，稳定了。嗯，这时候你才能 let it go 啊。了解。其实我在想哦，就是小朋友像刚刚黄老师举几个例子，球场上打球讲脏话，下来抽烟，我会在想，我十多岁的时候我是干嘛？也没有比我儿子厉害太多了，是啊，差不多一个样。可是你最后还是会因为经历这一段，就是你会还是。不过我觉得我庆幸的是，因为当时交的朋友还算是 OK 的朋友，那陪我一起度过那个比较具有波动危险期。那如果说现在自己能陪孩子走那一段的话，那就刚刚更好。我觉得陪伴很重要，因为我们常讲，人家说在职场上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那在亲子关系，就是你不能当了爸妈你就换了脑袋，都完全忘记你曾经成长的过程。对，所以呢，五招告诉所有的爸妈们啊，怎么样从孩子的角度看世界。第一个呢，就是常常把身体放低或蹲下，站在孩子平行的地位，看看他看到什么，就是指这个外在的行为上面哈。第二个，听孩子把话讲完，不要孩子话才刚说出来，父母亲就先下定论。三，沟通的时候呢，不要一直拿过去的经验来灌输给孩子，因为孩子他们自己没有体会过。好，第四点是什么呢？判断之前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孩子的话，会同意爸妈的决定吗？五，让孩子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创意，不要硬照着大人的方式来介入。好，最后请洪老师给我们一些建议，特别是这个怎么样去更加的了解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知道我们真的是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的。因为我还是给所有父母一个我们共勉嘛，我觉得时代真的不一样。我们活在一个可能就是能够打个电话就已经觉得家里好像很富足的一个时代。那现在孩子从小那个连 baby 都是拿手机的，对，所以这一种不同呢，我希望父母真的是用心去感受。那这个圣经有说人若不回转像小孩子一样，就不能进神的国。对，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做父母的要学习谦卑。是，我们已经是父母的，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让我们用谦卑的心去学习怎么做一个好爸爸、好妈妈。而且玉如老师，我觉得人要站在别人的角度看事情，说来容易，做起来真的不容易。对，但是我觉得我学到一点，就是我们跟孩子在相处的时候，我们都练习到一件事情，知道当他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当中必定带着善意。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生气之前或在反抗之前，我们确认对方这个讯息本身是带着善意的时候，也许对方的话我们就比较听得进去。我常常跟孩子讲，也许我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你，但是我试着理解，试着欣赏。那他如果你如果体会到妈妈的这个心，是不是妈妈讲的话你也可以再多听一点？那我觉得大家就是彼此互相能够为对方多着想。真的，刚刚列的这几点，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真的蛮大的提醒，就是真的要把孩子的话听完。我们真的常会他讲了两句就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